昨天有做春梦吗？有、嗯。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老师的胸围是多少？可以小一点。欢迎来到小鹿贝贝 Miss Beauty 的频道。那这次终于要回馈大家40万的宝宝们，我的 YT 40万啦！恭喜恭喜！谢谢大家努力的支持我，我真的是太爱你们。所以我这次要来回馈大家 Q&A 的。老师，很多人问的激烈的题目，好吧，没你准备好了吗？来来，不会惊，不会惊。好，你交往过几个男朋友？7个。有没有主动追过别人？没有。昨天有做春梦吗？有。初恋是几岁？15。最喜欢什么颜色的内衣？白色。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不会。会期待一夜情吗？不会。有过一夜情吗？没有。会经常便秘吗？常常。被甩过几次？只是。用什么来缓解空虚寂寞和冷？工作。自己拥有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爱。一个月开销多少钱？10万。思想出轨和肉体出轨比较容易接受哪一个？思想出轨吧，我个人觉得我还能满足肉体啊，对啊。身体上哪一个部位最敏感？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黄色小电影？情欲、惊悚，然后刺激，就是扑朔迷离那种。老师的胸围是多少？可以小一点。Okay. 各位朋友，我们朝着50万迈进。那我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朝着100万前进。那我们达到100万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一场一舞招亲。各位来切磋一下，你们是武当山的、峨眉山的、少林派的啊！记得多支持小鹿飞飞 Miss B 的频道哦，30分钟就可以来到蓝图左右，那不一定要跑很久，那记得快慢快慢，这才是达到一个心肺功能以及蓝图。来到小鹿贝贝 Miss V 的频道，我来介绍一下平常我的日常简单的运动。这个是不伤膝盖的运动，因为其实跑步呢，对于我们的膝盖呢，会有一些人膝盖比较不好的话，就不太建议跑步。像有一些人膝盖不好的话，就可以用滑步机。那对于女孩子来讲的话，其实大部分女孩子都用这个。那如果你想要达到那种运动效果又很好，又可以提臀的话，其实这一台机器是最恐怖。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把那个波速呢，重力拉到高速的话，其实可以达到提臀还有腰线的运动量，其实它的消耗的卡路里其实还蛮大的哦。它不会输跑步。我平常都会在家呢做跑步，这也是有氧。本身你没办法跑很快呢，我觉得大概5到5.5或6，那像我现在设定在5.1，那30分钟就 OK 了，30分钟就可以来到蓝图左右，那不一定要跑很久，那记得快慢快慢，这才是达到一个心肺功能以及蓝图左右。其实跑步的话，其实不要讲话，对对对。我们再去介绍另外一组，飞轮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之前呢认识一位医生，他的身材非常厉害，为什么？因为他就是专门在骑单车飞轮，他是3个小孩的妈妈，40-50岁了，他身材整个只能说就是 model 的身材。平常呢就是跑步跟滑步这几个基本的有氧，觉得大家如果有做这几个有氧运动呢，记得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去借由尿液排出去，加速我们的代谢。我们下集见，拜拜。你有穿吗？特别来宾，我爸爸。
你是我第一个可以赢我啊！来，这是他最美的女朋友，谁心啊？来，他这边有男朋友。好，我们今天要来做什么呢？就是听说贴心的男朋友可以在酒店或者是生病的时候之类照顾他们嘛。那我今天要挑战封面穿衣服，时间比较长的那一组就会输，然后就要穿我们准备的地狱的衣服，然后上街这样。你们默契好吗？那个小脚。输定了，其实没什么默契。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就是你要蒙脸，蒙脸吗？我敢，要摸到不敢摸的。我现在是绿光一点。那这是几？铁七吧。这七，对，摸起来这是几？六。好，这是六。对啊，我胸肌下不打，不能胸啊。要衣服用抢的喽。三。二一开始，我先把你脱掉。等一下，我没有穿。等一下，等一下，你有穿吗？啊 ，sorry。好了，不能引导，不能引导，不能，不能，不能打他吗？哈哈哈哈哈哈！五，我不是啊，你是第一个。这镜头摸起来湿湿的。好，来了，第二场，三、二、一，开始。我每次都把你拖回来。他的，你好强哦！你是不是有看到的？要这样哦，要这样哦。穿这样好看吗？你们超棒，超骚吗？那我要美少女战士变成。超棒吗？超棒。看吗？那我可以用美少女战士变身给你看吗？好吧。好了好了，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